大力，你喜欢这个站台吗？以后你可以站这个站台去晒太阳了。哥哥昨天特别帮你手工制作，你看哦，很可爱哦，小小的。都不会割到人，在旁边都有用电焊给它连起来，都不会割到，这样鸟宝才会安全。好，你看手手都敢这样，都不会割到。然后旁边用螺丝，这个都不会割到。你看，大力，大力喜欢吗？那如果外出的时候就可以让它站，它如果大便的时候就可以在这个盘子里面，完全是三零四做的哦，太漂亮了。然后不小心做的时候割到我的手，手受伤了，所以还是要戴手套比较安全。